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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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爸抱，好，好，爸爸抱，抱抱抱。来，是橘子吧？哎，你看，橘子。我们要不要吃橘子啊？要不要吃橘子？你看，橘子。说起来，还没好好感谢傅连璋院长呢。当初我难产，要不是他凭着精湛的医术救了我和毛毛，就没有今天的其乐融融了。傅医生待在汀州啊，屈才了。今天检查身体的时候，我向他提议。 把长汀福音医院改编成中央红色医院，搬到瑞金去。啊，那他能同意吗？毕竟他的太太和孩子都在长汀呢。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，还说啊要把全家人都带到瑞金去呢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。嗯，瑞金总算是要有一家正规医院了。哎，以后你要是回了瑞金找傅医生看病，那可就方便多了。我请傅医生到瑞金去啊，不是为了给我看病的，而是给那些伤病员。 和当地群众看病的，我还希望他能带出一批好徒弟来。毕竟前线战事吃紧，我们急需啊一支打得了硬仗的医疗队伍。